为着要鼓励长辈较早出来行动，和大家互动，婚姻观人间长期照顾协会理事长张翠峰，伫高溪乡的南麻社区，就来设立关怀据点，教长辈学画图，培养兴趣。对一开始，老大人无啥会晓提笔，甲现在是愈画愈趣味。尤其是看到家己画出来图样，和长辈大家拢感觉真有成就感。每天九点还未开始上课，中央一长辈主动来到社区活动中心画图。自一开始，什么拢未晓，到即马是愈画愈有兴趣，大家拢感觉画图真正是一项快乐的代志。愈画愈有趣味啦，即马愈画愈有趣味啊！啊，都来都大家拢足爱画啊！这都叫囝讲画安尼啦，啊都用都加囝讲画画痛个。看到厝边的图，你甲捡起来。吓啊吓啊！我捡起来，家家无看，无啥，无咋画啦。啊，这都当早餐这个图啊，有无？安尼有成无？自一开始推广画图，真是长辈拢表示要来压笔，实在是比压低头搁较重。但是张翠峰又还是袂放弃，并一直鼓励大家。因表示透过画图，唔来当予人轻松快乐，改当来训练头壳，对长辈的身体是真有帮助。在拿笔的时候，长辈拢甲我讲一句话，讲。迄笔也低头，佮较重，你要叫安怎，要安怎落笔？我都五六十年、六十几年无咧举笔，叫我举笔。但是我第一个想法就是讲，我一定要突破这个点。我就讲，啊，人真侪岁啊，叫人举笔，人都袂爱举。你也敢问？这样嘛，你学，这样嘛，你学讲我，我甲讲伊安怎？拢八点外、八九点就来啊。来就开始画图啊。因为传来少年人大部分拢外出工作，因此传来着子孙、老人和囡仔，为着长辈会当行出户外，因此张翠峰来个社区并开办各式各样的课程，其中这项画图更是大家上介意的。我很希望他们透过画画，能够得到他们的成就感，他们觉得哦，我还是在这社会上，我还是有一个目标，我可以往前走的目标。啊，伫画图内底，你有你的目标，你画出来，你予你是谁去看，水无？啊，这就是讲，这是不是促进家庭和谐一部分呐、啊？这是我一直期待的。自一开始袂晓，到即马是愈画愈有成就，即是长辈即马也拢会主动来参与画图。无论是伫咧上课时阵，或者是伫厝内，只要无聊就当来画图，即予大家找到一个正好的兴趣。记者江怡采访报道。